Hello Sky， 波波老师，今天我们三剑客战队又出动了，来到这个花莲的同门部落，看看这个粗犷的风景，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挑战一群不得了的人物，有多么的不得了。能住在这边，肯定是身体素质特别的强。我们的身体素质还不够强吗？啊？你的台词讲的有点硬。那有吗？再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啊、自然一点。我们的身体素质还不够强吗？是不错啊，但是呢。是不错，再一次，我们的身体素质还不够强吗？是不错啊，毕竟我们还有这个破关机器人蔡药师，但是这群人真的很凶猛啊！我究竟什么样的对手呢？让我们一起欢迎我们德鲁古的好朋友，祖灵庇佑的孩子们，花莲的苍蓝猛兽，苍蓝猛兽，泰鲁格族的原名战士团。马路叔好，我是花莲王黑奴哦，三项八百。阿奶，听说有三个平地人来我们同门部落挑战我们德鲁古呢。你们快点回来，你给我跟他玩哪打过啊？来打八关的啊。对啊，亚姑你阿奶，我是他太太，我们从事殡葬业，没有我们抬不起的棺木，把给他看看，拿给你呢。对的，对啊，把给他。没有我们抬不起的棺木，我们今天是要比抬棺木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今天帮你们准备了我们原住民的大礼。你也知道我们原住民是跟山林比较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准备关于木头的传统技艺竞赛。为什么旁边拿了两把斧？这个是我们要专门砍木的、伐木的。好，来，注意听一下，我帮你们准备了三个项目。第一个就是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锯这个木头，拿这个手锯去锯这个木头。这种小木头通常我们都拿来生火用的。来，第二个，你要知道哦，当初日本人统治我们台湾的时候，最主要是什么？林场，所以我们就要像老人家一样。我跟你讲，老人家拿木头更大只哦，我们这还算小只的。你有没有看过赛德克巴莱？有，他们是不是这样扛着这样走下来？哦、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像他们那样这样走一遍。来，第三个，你拿就是很轻哎，帮那么轻，我一举拉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马上被呛哎！再来，第三个就是当伐木工，伐木工。可是我跟你们说，伐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哦。一般我们原住民伐木真的是从小伐到大，拿斧头，棒。砍下来木头啊，我们就拿来做什么烤肉？你知道你吃那种烧烤店跟这种天壤地别，知道吗？而且二来是我们都拿这个，你们家都拿来烧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有发现这烧出来的水洗起来特别舒服，而且洗起来特别滑呢？不信我们等一下就来烧。带回去。我们一起洗澡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平地人不懂是不是？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嘛。啊，你们的自己的木材又自己劈，你要劈快一点啊！一起洗。对，等你。该那我们等一下怎么比呢？我看到有三个比赛嘛，然后我们也是三个人对三个人，那我们这样子，我们每个项目算一分，我们做团体赛，剑客团 VS 原民团，平地人 VS 原住民，德鲁古，德鲁古，巴拉，巴德，哎，巴拉是什么？厉害的意思。巴拉我知道啊，巴拉。三战两胜，看谁最后拿到两分啊？没有问题。对，那等一下是一个人负责一个项目吗？每个项目三个人都要做一次，比如说锯木头。我们要把这木头锯三刀，好吧，一人锯一刀，然后我们来看总共锯完的时间跟你们比，跟你们差多少？这是你们的生活嘛？对，这些动作我们在健身房也是都有练过的。真的吗？你总是做这个是做什么？划船。划船啊！划船要做快一点。啊，砍木头一样嘛，我们找一条路，可能100公尺，三个人轮流，他接给我，我接给钥匙，然后看走完时间多长，然后跟你 PK。我们是原住民啊，我没有穿鞋，你们穿鞋没有啊，要浪啊。要浪啊！要浪啊！我们要锯枝树的。第三个项目劈木头嘛，这里好几块嘛。我们一样，我们三块，然后直接把它劈半就好。好，然后看劈完三个花多少时间。OK， 没有问题。然后跟你们，这个就剖开就好了。对啊，剖开也会剖嘛，对不对？切一小角下来干嘛？切一小，不行，你至少要在中间，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大小。对，不能这样劈下来是这样。没有啊，我打人哦。我们先第一个项目，锯木头。锯木头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好嘞。平地人战队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数到三开始啊！哎，一、二、啊！快点！
快点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要死要死。好，哦，好好好好。收，要小心哦，不要锯掉哦。对，有了，耶！多久？等一下，你们最喜欢说我们原住民加分怎么样怎么样？我现在给你们特权，我帮你们加分30%，30%可以吗？37秒加30%，够有，是，你明明要减。成绩公布，盖伊他们37.53秒，有那么快哦？对，你很会锯。你知道他以前做什么的吗？怎样？他以前是水电工。你水电工？我们会锯锯水管嘞。还是你太爱玩盖伦了，会转就这样。你真的很会锯。他锯完真的3秒，我看一下。3秒，盖伊最久，盖伊你的手速太慢了吧？只要快就好，对，主要是要快，而且要长，要锯起来是平的那种是最快的。那再来就换我们原名战队来了，我帮你挑了一根，这根可以吧？就是打狗棒，烧火棍。哇，这我们原住民加分有35%，特别输呢啊！没有在怕。好，我们刚刚37嘛，37.53呐。会不会我们其实很强？也有可能啊！来，各位准备啦！原名战队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，来，开始！喂，这慢我太多了啦！好粗啊！哎，这个赢了没？角度歪了！哎，这跟我这个很粗嘞，这个真的很粗嘞！帮我压一下。对啊，你们你们慢走，出来！快！速度才对，快点！二十二分，手啦，你们就把后面抱歉了，来的，出手了，这不是你老婆吗？哎，他速度其实蛮快的，步枪也没有那么快啊！对啊，哦，吃到我都木屑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几秒。没有差多少，54.83。我真的觉得我很强哎。那不然你再锯一次啊？如果你锯18秒以内，在18秒以内，我请你吃肉。我来这边还没有肉吃啊！哎，不是啊，你来到同门是有别的肉可以吃啊。哦，好了，来我口令哦。你说，来3、2、1 ，Go！ 哎呀！跑掉了！18秒哎，没有放心啊！我一个人就抵你们全部了。等下我笑到腹肌好痛啊！等下一个人干掉你们3个呢。问你了，表演一下，巨木之鬼来了。来3，哎，开始。好，哦，好气，好气哦！哦，哎，来啦，各位。那这个会偏掉。啊，其实没有很难聚哎。哎，你今天很强，好强，好鬼哦！刚我几3秒，不是你们每天在弄的？你今天不是水电工？对啊，你也是每天用啊，注意用水管呢。来者是客，来者是客。领导，你们面子，对，后面还有2场，对对？你刚都跌倒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要，我们要敬老尊贤。故意弄这边还有跌倒，这边你放的？不是。好嘞，3剑客战队准备好了没？第二个项目。没有了，扛木头嘛，扛木头，对，来自原住民亲切的问候啦，哈。你说亲切的问候是这个免费的脚底按摩，对，没错。哎，你们穿鞋呢？我们没有呢，我们是烈士挑战你们呢。你们有30%的脚皮，35%脚皮加成，好，折返跑嘛，轮流。回来之后交给下一个人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3个人接力完之后看几秒，没有问题 ，OK。来，3、2，开始！我靠！哇！有够够！有啊！波波小心啊，波波！交棒，交棒，好不好？哦，药师，药师，哦，药师，要冲了，药师！
来找死我哎！哇！没吧？好嘞，永春步，不要进来，摇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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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嘞，总结三剑客的成绩，1分24秒37，你 OK 吧 ？OK， 很好。人民战士团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猫仔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让你们呢，我自己抬起来哦。好，准备，开始。哎！都不行啊！都不行啊！火药啊！哇！摇头，摇头！什么？大队！啊！巴拉达，快过来！啊！到位！快过来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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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我突破掉了！来！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啊！祖灵庇佑的孩子吗？拜托，他连你的脚都保护住了。他们脚很强哎。对啊，看到。哇，我刚看到《世纪帝国》的那个伐木工哎。啊，等一下麻烦，等一下劈木，各位就注意安全 ，OK， 不要在斧头的前面。我要准备紫滑粉，我很真的很怕你们就是飞出去。还是僵尸电影看太多了。那、okay. 我们就那个劈木区嘛。OK。对，劈木劈木。喂，我们来了，最终战，终局之战，怎么劈就我们自己来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就自己来，反正这块木头劈成两半，对，劈成两半就结束，就不能削边哦，我记得哦，削边我削你啊。这动作我们肩房常做啊，滑轮下压嘛，对，滑轮下压嘛，对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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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你又在后面放木头，陷阱，是我啦，危险呐，没有，不是我。来，预备，二。开始！好，第一道木头，开了，开了！哇！我以为要看到美国队长那个。哇！很准！哇！哇！那不算了。过了。那不算了。过了。还没有三分之一。怎么需要重劈呢？再劈一刀就有了。再劈一刀就有了。来。push。来，45秒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飞！快了，快快快！交棒，交棒。来了，50要加58，一分钟了，各位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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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药师，对啊，药师，你刚刚自己在旁边投练很久，旁边这个碎屑都你用的。不是那么好，可耻哦、喔啊。先把它敲掉。以前我们一起玩那种线上的比赛，用敲的，用敲的把它敲掉。有没有？看到朋友投练就很不爽，对不对？药师，加油，药师。哦，有量有量。好，有，到这个，到这个。哇！有了有有有！美国队长，美国队长，死啊！美国队长，飞了飞了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会快出，那个很气哎！快点 ，come on！ 哎呀，这好重！哎，我会生气啊！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！哎，加油！来来来！哎，快点！美国队长，快点！快点！哎，不要敲到自己呢。要，还行还行，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你才有办法。来啊！哎，打爆他！为什么那么硬？要拿出来再重。哎，下雨了，盖伊，下雨了啊！哎，命中命中，敏捷点高一点，懂了。有效。好，有了有了，有了，开了开开开了。你觉得打提拳比较累还是伐木比较累？哦，那提拳可能还是累一点。投降输一半。等一下，不要。没错，用的暴力了，暴力先把它卡进去。对对，小心哦，前面的。这木头到底是什么鬼？这真的是森林老木哎！我打得很累了呢，你快点时间再跑啊！7分半，看起来很会混吗？各位，加油！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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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孙悟空蹦开！快来，美国队长 ，Mr. Steve Rogers！
八分十秒。八分十秒。那我个人应该六分半吧。六分半啊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该当这个劈木头，你觉得难在哪里？难在它不是一个纯力量的东西，它是需要技术的。你只要下刀不准，你后续要把它劈开就很难，就是你要去找到木头的纹路啊。等一下看一下原名战士团表演，他们应该很准。人民战士团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好，来个，哎，开了呢，开了呢，哎呵，太快了呢，哎，美国队长，来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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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，阿妹阿妹，大家最大最大的，来来，小心来哈，阿妈，哎哎，准备好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！哇！哎啊，太小了！没有没有，让他们再拼一次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还输皮，还输皮，吓到了！吓到了！他要把下面那个也劈坏了！干嘛干嘛？来来来！哎呦！最后一下，好了，美国队长，美国队长不好撕啊！反边，反边，反一边，反一边，重一点，重一点，拆开就好了，美国队长。哇！什么时候下去？哎，让你讲好不好？1分55秒了，屌面，这什么东西？有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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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我终于知道怎么劈了，懂劈了吧？懂劈了懂劈了，我知道怎么劈了。你还有一颗血池，你还有一颗机会，我给开一血池。懂劈懂劈，我觉得知道就好了。其实阿奶的劈法很暴力耶，对啊，暴力劈啊，正中间的呢。你可以试看看呐，一刀啊，按照他的一刀就给他开了。好啦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啊！好，可以了，我知道了。辛苦了，各位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公布今天的比赛结果，由我们花莲同门部落的原民战队获胜。对嘛？哎呀，带不拉换奈，带不拉换不拉。啊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好啦，你们也表现很棒，特别是波波，要小心，下次不要再跌倒了哈。有空常来我们永和三剑客呢。没有问题。我们那边特例，你来健身房可以不用穿鞋子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对，只有我们可以吗？其他会员，永和三剑客的会员，请穿鞋。如果看到没穿鞋的那个，就可以用泰鲁格族的话问候他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表演一下。马杜说好。马杜说，我以为超讲怪怪的。他真的。那问一下，你们平常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些木头？这些木头是真的有用的吗？有用的啊。其实这些木头，我跟你说，它今天你是刚锯下来的木头，它其实是非常硬。真的是劈不开，所以这种木头它通常都是至少放半年。像你们刚刚扛的那一根，其实它已经放个两年，所以你才摸起来干干的。其实真的木头是非常非常的重，因为它保水，对，它里面水分好，它结构比较强，对。而且这种木头其实我们都真的都拿来就是烤肉啊，或是烧火，尤其是冬天你要我们在山边真的是特别冷的时候，老人家就是会坐在火边烤火，烧这些木材很香吧，就是木头的味道，就是看是什么。而且你如果说你用这些木头去烤肉的话，我觉得很劲爆，不能讲很劲爆，这个大有马鲁棍啊，大有马鲁棍啊，对，五棍没有五棍，马鲁棍，五棍是吃的意思，大眼是超的意思，大眼马鲁，马鲁是好的意思，超大眼马鲁五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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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吃大眼马鲁五棍，五棍，大眼马鲁棍，有机会就来我这边。等一下嘛，那些木材等一下我们拿去烧一烧。对，这就是等一下我们烤肉用的。哎呀，你们这样看我们这样平地人的表现，有什么比较印象？哦，有有有，不过三秒而已。那个是手速的问题还是技巧的问题？技巧好，我觉得技巧好，因为他在锯的时候他是快的。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锯的时候会卡住一下，是因为我们刀歪了。一开始不习惯的时候，那刀出去是波浪形，对，你波浪来知道了，其实只要顺着，顺着，顺着，所以波波超强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？
有啊，你刚才那边跑水啊、哦。他明明叫你直着跑，你为啥跑水？这样整个桥应该整个成直的吧？哎，那可没有、哦，我脚现在还是干干爽爽、舒舒服服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穿了这双 Crystal VTEX 超技能防水休闲鞋，让我踩进水里都不怕。Crystal 系列鞋款采用 VTEX 独家 Center 大底及三种密度与预深，根据施力点不同，给予不同硬度回馈，让全脚掌走起来更省力。不同硬度回馈，听起来很厉害哦。它的全脚干湿分离科技，不管是外出挑战、环境恶劣、雨天外出遇到水坑，甚至在健身房练到太累手抖、喝水泼到脚，都可以让这双鞋帮助你持续。去前进，每一步都不想退路。Crystal VTEX 超级能防水休闲鞋，我觉得它真的是通勤的凉伴、旅行好物。任何你想得到的，会湿的、意外湿的都不怕。如果对这双鞋有兴趣，官网链接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，里面有各式优惠，接上还可以输入盖伊我的折扣码 GUY88， 会打88折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三剑客跟圆明团的挑战就到这边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花莲的苍蓝野兽，没有，是红色猛兽，红兽猛兽嘛，对不对？谢谢阿奶，谢谢，谢谢花莲王，谢谢小黑奴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千盖一，哎，为什么我讲话那么卡？太累了，太累了吗？太累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千盖一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